好，第四颗了。好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怎么变聪明了？对呀、啊。最后一颗，第五颗。哎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那就看这颗了。想不到的分数啊，我也想不到啊，真的太厉害了！哇，张克凡四分，黄小郎三分，张克凡获胜，耶、yeah! yeah! ！优秀哇，这种组合太棒了！我是成功率65%，他大概是100%，他从来没有这样胜利过，真的啊！哇，他是因为今天因为你而获胜的，两个握个手，握个手哇，拥抱一下，拥抱，真的拥抱，真是爱，事事足矣啊！音乐计时开始，加油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，九哥，停，等他停再打，慢慢来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！不要打整颗！哇哇哇！现在就是青菜。青菜才一加啦，加啦，还没算进，还没算进，这一次，等他停，等他停，打紧，你不打紧我就打你，耶，好快，线上，好不好？线上，好，冷静，火龙果，火龙果，在那边被抽打呢，火龙果来了。等停，求停！加！耶！不错，只 miss 了一杆，对，真的不错。一这一杆打得很好，哎，不错，难得，真的，克凡哥来就不一样哈。而且刚刚张克凡打那个青菜打那么用力，青菜竟然没有跑出来。对，那个因为叶子已经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叶子是开了，有阻力的。冷静是回家唯一的路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陈淑贞说这边几秒。54秒加5秒起待，所以59秒。59秒没有破一分钟，掌声鼓励。不错。第一的最高纪录是2分多。2分30。是吗？对，第一的最高纪录是2分38。有上了贼船没有被抢的感觉。二号，那这么说，这一边就是一跟我们凡哥请就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凡哥跟一就位的，二号你插头要插。张哥把你弄开。5 4 3 2 1好像那一年921大地震，哇，好恐怖哦！哎，这个原来是没有过关哎，要爆炸哎！可是为什么速度那么慢呢？啊？那为什么那么慢？因为我听到人家说继续冲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他没人性了哈！没有，因为他冲的不够大。好，打开二号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9号，哇，而且还是要引爆的炸弹。